我们的目的啊，是希望两岸和平发展。台湾是热爱和平的国家，台湾人民与人为善。我们不再反攻大陆，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受共产党统治。我们要继续过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法治的生活。别的不说，明年的我们的军事预算比今年还要多，我们年年增加。我们除了照顾官兵、保障官兵的权益、有更好的生活以外，我们提高训练、购买精良的武器还有设备，同时跟民主阵营肩并肩站在一起。